硬是杀出来，凯琴想单刀，有机会好哦。陈立琴停球给在右边，凯琴起脚，哇哦！所有现场的，包括观众也都大叫一声，可惜的劲道实在不够。来看哦，慢动作。但这几波的一个假动作跟转移是表现得相当的理想啊，特别旁边应该李婉珍哈已经在右边伺候了。华往中间掉，凯柔在中间，段雨柔挡在前面。雅涵在我走，机会要过人，凯柔再来。哇，李婉珍铲球硬是把他铲掉，但是球还在熊在脚下，熊在继续。雅涵起大脚喽，大门柱，赶快段雨柔把球给踢出去。雅涵这个球漂亮，对，真的漂亮，太精彩了，漂亮。哇，在乱军当中啊，雅涵就完全站在身高优势。我们来看，其实波开这个距离球门将近有30码左右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大脚，他这样子一个射门啊，放个冷箭哈，对，对于守门员的阶段，就是要考验我们高雄阳性这两位的段雨柔跟林琼英老将的体能的复合，有机会了，这个单刀丁佳有机会了，有机会了，进球，进球，进球了！哇，这个球乱军当中哎，丁佳音这个球，哇，想不到，这个球是丁佳音今年所进的个人的第三个球，他已经写下了自己个人的最好的记录。他去年攻进两球，今年攻进了三个球。来看林琼英这个大脚啊，哦，再加中间这个头锤，中间的这个头顶球啊，是神来一顶，对，让丁佳音有机会单刀突破，两名雄钻球员在后跟赶都跟不上。来，再来看，应该是凯奇嘛。哇，丁佳音的球速度快，雄战两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好，最后的这几分钟当中，双方的在短兵相接，特别在做一个小组的接球。我们先看这个球，哇，漂亮！丁佳又来了，丁佳又来了，有机会了吧？掉个菜瓜吧，哎呀，差一点点。掉菜瓜也可以，再掉一下，再带一下也行。哎呀，丁佳音自己觉得很懊恼。哇，但是你可以看到哈，已经打了92分钟的丁佳音，到目前为止，体力啊，对，而且他奔跑的速度，我们来看看重播的镜头，后面的选手完全没有办法，若维已经在追了，对，已经相当了得了。结果丁佳音真的速度的展现，哇，真的是太漂亮了。对于杨雄来说。